快了，跟着马老师的不我是一那个路。机会挺好的，挺好，那个机会特别好。面啥？我操！面啥？好吧，我只点一个人，好吧？这把我看了面杀，白沙哥出局啊！白沙哥出局，然后我再点一下开头的行程啊！我马老师，然后朴老师，还有啊，就我们三个从头到尾啊，报到尾，然后到什么时候分开的？到朴老师右上角任务做完之后呢，然后去了心电图室。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刷卡，刷卡的时候我在旁边，因为我那边没有任务，我就在旁边保他一手。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正好在心电图室，我就看一下有没有人死。那个时候是死了一个黑色的，黑色应该是冬瓜墙啊。那个时候是死了一个黑色冬瓜墙。然后这个时候呢，36D 墨子本来也原先也在右上角，但是我们后面分开了。然后墨子的话是跟马老师在一起，所以说我这边会拍一下马老师啊，这是我只说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情况，好吧？然后那个时候是墨子跟马老师两个人是一起跟我们两个分开了，好吧？这边我重点怀疑一下这一把不要分票啊，好人听好了，好人分听好了啊。我如果是但凡我是要是个狼的话，我不会做这种举动的。我拍一个，对吧？我拍一个尸体，做好自己的身份，不要，没必要，好吧？然后这一把的话是你们千万不要听白沙哥的发言啊，我是面杀，我看到面杀。然后重点听一下马老师的发言，如果说有漏洞，肯定是有漏洞的啊。然后好人不要分票啊，跟我把白沙哥透出去了，过来。不，你拍尸体这举动不代表任何，就是现在能判定的局势是你和白沙铁出一狼，然后其次全程监控都是有量的，监控室这个人应该是个挺好人，然后这一轮我跟可可社互保全场，因为我俩全程没脱离视野，好吧，我俩全程没出离视野，我跟可可社一定是好人。顺便我再提一个点，我最后一次见墨子是这一轮拍桌前10秒。我在右上角做扫描的时候，墨子在我旁边还有谁？还有个 ULA，应该是 ULA 吧？科科你回一下，反正旁边如果不是红色就是粉色马老 C。其实科科你可以听那个看监控的人报完信息之后你再归，但是这一轮肯定不是出白沙，也不是出小新，因为剩下三个人里边两狼总会有人发言聊爆的，过了。哎，到我是 UIA，我出门的话是一直走下路的，因为我当时看到了宗玉是在左上，我走的中下路。当时在底下去做任务的时候，上面灯坏了，然后我去上面修灯的时候，我碰见了白沙和冬瓜墙。当时修灯的时候，然后我之后就去了右边，右边当时碰见大部队，我那会儿跟冬瓜墙走的时候，冬瓜墙还没有死。然后那边我到你们之后就碰到了大部队，大部队之后我在那边看了一眼，我在中下的会议室办公旁边刷卡时，我要当时要想做一个刷卡的任务，
然后做完之后我再去了左下，碰见了谁，碰见了蛇皮道长，还有白沙，还有两个人，还有个谁我忘记了，我不记得颜色了，在那里想准备接那个电线，结果还没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爆了，中间见过我的人应该都挺多的。过好，到我发言。哇，小新真的是高手。我说一下啊，我先说一下我的整个路程。我开局还是往右边去做任务，做完任务之后，然后是走这个修电厂，准备想去修电。然后确实跟 ULA 说的是对的，我看到了 ULA， 看到了冬瓜墙，然后看到里面好像没什么人，又有点害怕，我就没敢进去，我就直接去下面了。去下面的时候，关键重点来了，我看到了蛇皮道长和小新，然后我就跟着蛇皮道长和小新，好吧，然后跟着，然后做任务，就是刚我点开那个任务栏，我在那把任务做完，我刚上血，然后我就看到了小新和蛇皮道长，我看到了这个鸡腿，然后小新就拍了个桌子，好吧，这把可以出我，但是小新我要一定要跟小新一换一，好吧，你们怎么投都行，但是肯定跟我没关系，把我投了也行，但是下一个一定把小新带走，好吧，太脏了，三个人你都要自己杀自己拍吗？不合适，过了。好，刁德一发言，全程跟着蛇皮道长和小新啊，然后中途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跟丢了，然后其他信息没什么提供不了，然后你说你小新说是面杀对吧？看到他杀了，那我可以观察一下啊，我这轮弃票吧。是我在监控室啊，我肯定是269所说的好人。然后这一轮小新跟白沙哥是拉的 PK 啊，但是我想投的是马老师呀，我看到他把孟子给刀了呀。如果小我想一下，白沙哥的话，说实话我是比较想把票归给马老师的，然后可可。你是好人的话也归给马老师吧，我不想听你归给谁，好吧，好人都听着啊，够了。钟玉说你是在监控室，我全程是跟269在一起的，我们就一直在做任务，然后我保他保我，因为当时附近最后拍板前在我们附近的有马老师过来，这是我最后看见的画面。然后小新是跟白沙对立面的，现在场上还剩三匹狼，就是马老师、UAA、白沙、小新三个，四个当中出三匹。如果他们三个狼绑票冲一个，是能冲出去的。我们票型不能乱的，这一回合。就如果他们三个狼统一冲一个，我们必出一个，他们下回合出来直接宰，我们就没了。我。觉得目前要么我相信小新的话，那个面纱白纱面纱他逮到了，那下回合就只剩两个了，如果投错了这白纱是好人出去的话，我们下回合就结束了。反正我感觉钟玉也不用去投马老师，真的，因为你去投马老师等一下票型乱的，他们狼人三票冲一个就结束了呀。我确实是铁好人，我不是瞎鸡巴乱搞，反正我只能信或者不信，我信小新的，我就信他是面杀的，如果这把没了那也没办法，因为钟玉要投马老师，马老师要选择弃票，那我跟269两个人投错票了，小新投的白沙，那他们三条狼冲一个人的票，我们不就结束了。我相信小新的吧，我投白沙了，过了。阿尤姆遗言啊，有遗言的哦，有吗？都有，你可以选择发，也可以不发，对。不是真的，小心你们盯住了，好吧？太假了，好吧？什么脸杀呀？真的是，我虽然没看到你杀，但你就站在蛇皮道长旁边，好吧？相信我一下，好吧？你们下人把他归完，
我感觉你们还有机会，你们要不搞他，相信小金就扯了，好吧，过了。我很急，好吧，我拍的桌子是我拍的桌子，我很急。那色可可上把那种发言，那我可以确定的是，好人是可可肯定是好人了，因为他信我的话，并且他把那个逻辑什么的都说出来，很就是，但凡我们如果说票错一个人的话，我们现在三个蓝已经结束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说的是真的，对吧？白沙哥这个肯定是蓝出去的。如果说现在三场蓝的，我们是三比三，蓝刀在先，那肯定是赢。所以说我肯定是百分之一千万好人的，好吧？可可是相信对了，所以说可可在我这边是好人。可可说的是二六九跟他也是互相在现场都能互保，那二六九也是好人的情况下，那蓝出在哪里？ERA 表的一中越，然后上把的票你们也看得清楚。白沙哥和马老西想要直接冲我票，但是他的蓝队友没有冲，知道吧？蓝队友也投了白沙哥，然后有个人弃票是红色弃票，所以说啊，弃票的人是很有嫌疑性的，因为什么？因为就不想出嘛，对吧？想要分下票啊。然后这一把的话，先把马老西给票出去啊，因为钟玉说的是，因为上一把也没有人说到自己在。269有说到那个监控室的东西啊，然后是钟玉是唯独一个人说，也没有人跟他PK 对吧？那所以说钟玉在我这边的话，视野可能会就是视野就是他的身份会比 ULA 高一点点。然后这一把的话，我归票的话，马老师啊，下一把的话 ULA 应该是结束了啊，过来。对啊，先走马老 C， 后走 ULA， 最后还不结束再走周宗玉吗？过了。哦，是我的，我刚刚。我还是报一下我的行程嘛，我刚出门的时候家里是守了三个的，然后我是跟着马老师和小新的，因为我怕那个马老师是单杀小新的，然后我就一直跟着 pick 了一会儿，我就去上面做了一个任务，然后就开始紧急会议了。我这边跟票的话跟着你们过。马老西，我觉得你讲的对。啊，上一轮是我分票了啊，不好意思啊，把票都给他。哦，我也不说了，我也投了，过。拜拜。投吧。自己投自己一票。你有一夜吗？小佳同学。啊？呀，太狠了呀，白沙哥，你的面纱。突破卡！我以为你上去了，我不知道你上去还回来干什么。可以。来了个回马枪，可可我攻了。可可玩得好呀，可可。狼人能排版吗？可以啊。啊！我操！如果狼人可以排版，当然可以了吗？可以啊，是可以排版啊。哦，我把那个，我把紧急会议40秒，然后狼人击杀45秒，出去一个好人，看到没有？票多少人就直接结束了，所以说第一把三刀的情况下被票出去那人一定是铁狼。我觉得这四颗可脑子最清醒那一刻。票错就没了呀。玩得好啊，四颗。
白色的是谁？是可可。在关灯的那一瞬间，我爆了，不说了，这局结束。那直接投了啊，是可可啊。投了，我爆了。贴脸杀，心态崩了呀他。我没办法，金刚狼，我爆了。我操，很烦。我拍的桌子啊，我拍了，我是在先报一下尸体位置啊，会议室正下方就是出生点正下方啊，然后死的应该是个雕的一啊，然后中翼是从我右边过来的，所以我怀疑一下这个中翼啊，我觉得这把没有作案时间的是我，然后呢？小心冬瓜墙，反正就刚刚左上角修电的那一帮人，好像还有 ULA 吧，我反正一定是两狼在场啊，因为这个他肯定是认狼走吧，这把狼是双刀嘛，比如说这把我们必须要出队一个人嘛，那我觉得作案嫌疑比较大的又没有去左上角的综艺啊，我这轮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把票挂在综艺的头上啊，过了。我聊一下第一轮吧，因为上一把都没人说，就刘哥也没说到上一轮。上一轮的话是我刘哥，然后马老师，我们三个是一起往下走，我们是是小小的抱团的一波。然后这一个时候呢，已经死了两个人，所以说马老师跟朴老师是在我是铁好人的啊。而且这一轮朴老师的身份更高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抱得紧，如果说他是狼的话，没必要这么操作。然后我会比较相信朴老师的说话啊，因为左上角确实我也在。然后我只怀疑就不在现场的人啊，然后我应该会跟一下朴老师这一波的票啊，但不代表我是就是无脑就跟着朴老师的啊，就要说一下，有可能他是一个深水狼的，但我也不懂啊。哦，这一波的话我也是跟着朴老师，为什么呢？我修完电之后朴老师是走了，然后小新是上来的，在那个修电室附近对吧。不知道小新有没有这个作案时间，他是在一直在游走，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下一波的话我会观察一下小新，然后过了。我靠，我在那里做心电图，我在看心跳，然后毛子也站在那里，他以为他杀我，但是他一直又没杀我，然后我就看到周冬玉在下面，但是我就没有看到那个毛老师在哪里了，因为我只看到了周冬玉半个脑壳。然后我就往右边继续做任务去了，但是这一场好像是单刀啊，因为刺客是被投出去的，这一场就是只死了个马老师，所以我觉得我的视野里面就只有我中玉跟这个马老师，这把我只能挂中玉了，过。哎，为什么全都挂给我啊？你们好人，然后挂给我，你们是卧龙吧？不听我发言。我跟你们讲，我是看全程看到马老师的呀，我全程看着他的，知道吧？我在会议室的下面，然后我想去那个洗浴中心，然后马老师就在后面进来，我以为他是狼，我龟缩在角落里，然后他在那里走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然后我走出去之后，他被蛇皮道长给刀了，好吧？然后我往右边走，因为我想看一下。到底是谁？好吧，我只看到一个脚，但是我马老师我是看到他被刀了，然后蛇皮道长我应该是没有看到他的 ID 还有颜色，我只看到他的脚。他往左边走了，往右边走去看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名字，然后我又回头，他就过来拍的，好吧？
我是铁好人，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不可能说，这把是铁狼在场，然后如果把我好人投出去，剩下他们刀一个就赢了呀。啊，你们自己想吧。我是个铁好人，好人不要投，投蛇皮道长过了。我接的，我是在右上修店的，我和冬瓜强和蛇皮道长，我觉得冬瓜强可以，冬瓜强和蛇皮道长是应该是好人，因为两修店的时候是一块的，我在修店的下面，我看见了宗玉，小新和墨子完全是没有在我的视野里的，墨子说他是在心电图那个位置，然后蛇皮道长发现的尸体是在会议室，也有可能因为不确定死亡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出门的时候死的，也有可能是拐回去的一瞬间杀掉的，所以我弃票，我不挂宗玉。做任务，做任务，死了就做任务。运输机。把这几个任务做完之后怎么算？就赢了。没来得及，我靠，失败。Nice，Nice。啊！我是被他杀的。他们刷完眼就知道是小新跟那个三十六 B 了呀，空翼你不可能来归我呀。小新第二轮我们就赢了好吗？但是你从左边过来的呀。我没招呼杀，他们都不在，找不到人。我看不到 ID 啊。我是要有人人证的，其实我这波是深水啦，你知道吗？颜色我也没看清楚。我跟你讲，其实第一轮射可可杀人都不会死，我们三个人直接把上面的三个人都刀了，就没有人。我被他杀了，没人看到。对啊。就你没杀了。上来就被干掉了。我这把不出去了。你们后面就是后面小新发完言之后跟我在一起的人能够知道小新在撒谎呀，你们要报这个信息的呀。哦，有人掉了。哎，我们要不退一下吧？三个狼的话，掉一个人不太好。那个，对对对，好，我们掉一个人就裂开，好吧？我是那个好人啊，直接杀就好了呀。哦哦，那是来，我是好人的，我让杀一下吧。需要换房间吗？不需要换吧？不用，不换，不用换，就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个房间。啊，那发一下房间就好。他妈游戏结束了，陈星仔站在中间狼的 C 位，你说你是好人？爽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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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一下。这个人骗人，撒谎都已经刻到骨子里了吗？你好。哎，等一下。代码那个。有意思啊，陈星仔呀。歪歪公专业的，撒谎是专业的。顽皮好人呀，相信我呀。手刀保护一下啊，上把的。又是平民。我操，这当面杀啊！开局出来之后，大部队往左边走，我直接到了谁上来的？然后看到蓝色死了，我想大部队全部在右边啊，全部在左边，那右边应该就是死的人嘛，我就过去一看，然后就死了一个三十六 D， 其他的信息就没有了啊，我就只有这么多信息，但我是个好人，好吧，我只有这么多信息啊，过了。我开局右边，全程。这个就是小新一开始跟着我们一起的，然后我一直在最
最右上角我去做了一下任务，从来没做过那个任务，然后扫描了一下全身，刚下来拍了这个桌子，好吧，过了，没看到什么其他信息。我是跟小新还有白沙哥还有冬瓜强在右边，然后去看着白沙哥在做那个扫描的任务，这个时候那个灯黑了，然后冬瓜强跟小新在一起，然后小新死了，这一票我可能会给冬瓜强，过了。发言很好啊，终于。首先的话，我讲一下我的新生路线啊，我在那个出生地我做了两个任务之后是下来发现灯黑了，我是跟社可可去修的灯，你终于报我说我冬瓜强跟小新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你已经自爆了，社可可可以给我作证了。然后我修完灯出来的时候，我是看到269是从右边过来的，269跟钟玉反正已经铁牢了，269的发言一个 ULA 旁边还有谁来着，我过了，269不是从右边过来的，269是从仓库里出来的，好不好？269打算做仓库灌油任务呢，然后出来碰见你还是谁，都没记清，反正是从配电房里出来一个人，然后这时候没过两秒就拍警了。然后我顺便再给你们盘一个局势啊，现在三狼在场，场上是一个双刀，如果说这一波我们票错一个好人，就等于说是让狼队第一轮就是三刀，下一轮一定就是你拍桌子你也盘不出下一匹狼是谁的情况下，你盘不出一匹铁狼，就是现在在我听起来冬瓜强跟宗宇出一匹狼，如果说的话，哎，等会儿他俩出一匹狼，那这轮可以先出一个，下轮拍桌再出另外一个，那就是铁双狼在场，就是铁走一狼嘛，就是单刀的话也无所谓，剩下的局势就是四人两狼怎么玩都行，那就是后边归票呗，这两人双狼，这两个人就是这等于是 PK 台了嘛，必出一狼，出一个，然后顺出一个，铁一狼在场，铁走一狼，是这个样子，过了。哦，但我一开始是跟大部队一块在家里做了一个任务，出来之后去了右下做了一个走迷宫的任务，然后我在走右上的时候，我的确是看到了，但是有人好像从我旁边经过过，我也看到了宗玉和冬瓜强在一块儿，因为我不确定当时他俩是在有或者是不是双狼捆绑的那种，然后我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想往回走一点，然后就开始报警了。我中间的信息不是很多，因为我碰到不是很多人，但是终于这么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冬瓜强领杀过。好，刁德一发言。刁德一看到有人面杀了啊，那个，但是我记不太清了啊。但是我看到，我先不着急说，等我下一步我会做到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因为你们刚才发言，我看你们怎么护，我大概心里就数了。到我发言，我开局我出来出生点我是没有任务的，我晃了一下往下面走，然后我又回出生点，我怕出现上一把的情况，就狼杀完人直接通通通三个全倒了。然后就开始黑灯了，我跟冬瓜强是一直在一起的，然后去黑灯之后去修那个修灯，冬瓜强跟我是全程在一起，他没有作案动机的，而且周宗玉你一开局就污说你跟冬瓜强在一起往右边走，都没有往右边走过，冬瓜强是往下走就往左走的，他是铁好人这一把，然后269你是从仓库出来，如果你是铁好人下一把请跟我和冬瓜强一起走好吗，反正有好人的尽量过来抱团，然后 ULA 你也踩冬瓜强跟周宗玉两个，你再踩冬瓜强说冬瓜强有问题，你是好人我请你也跟着我们走，就冬瓜强我们俩抱团，但我需要好人再跟一个过来，因为我怕双狼过来把我跟冬瓜强两个人直接宰了，就这把我是票周宗玉的，周宗玉发言直接爆了，真的爆了，怎么冬瓜强往右边走，他右边都没去过，他往下走就左边去修的灯，我跟他在一起绑定在一起的，我铁好人，我真铁好人，反正吧我直接票周宗玉了，我不管了，反正这 UAA 跟周宗玉有点抱团嫌疑，去踩这个冬瓜强我怀疑一下好吧。
啊，这一把色可可说谎了，他跟冬瓜强两个铁狼，好吧，过了。诶，我操，跑哪去了？我看着白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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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刀，手提刀落，直接给东关强砍了，直接漂白杀了，过了。我刚到，然后就看到尸体你们爆了，我之前在右下过。ULA 啊，第一轮当我灭杀的，嗯，然后这轮白杀加 ULA 两匹狼，先投谁？白杀对吧？好 ，ULA 铁狼啊！白杀，先投白杀。我不听我发言就把我投了吗？我全程跟着瘦可可跟那个冬瓜强，你说了这人好人需要一个，我说这把我贡献一下，我一定跟着你们俩一起走，然后。269当着面灯黑的时候杀了就跳个我，这为什么你们就不听我个发言？我这个人这么坏吗？这明显是269啊！我全程跟着社哥哥，跟着东华家，我跟着你们这么久，你们都不听我说话就把票投了吗？这肯定是269啊！哇，你们这剩两粮没了呀，感觉啊，我反正投269，不是我，铁好人，好吧？269跳的，这不脏我一手。没了呀！等一下，五虎，我要先跟你对个话。哇！你他妈亲眼看见 UAA 杀了人，你第一轮不报我忍了。你他妈亲眼见到他杀了人，你第二轮不投他，你先把白杀投了是什么意思呀？我搞错了，不是，我是。是我的。不是，瘦哥哥，我一直跟着你呢，为什么你都不听我说话？看见他杀人，你把白杀。但我先不说，真的，我笑惨了呀。我先不说，我傻了。你亲眼看见他杀人，你把白杀打了。你妈张三把你杀了。不是，我逻辑上有点混乱，不好意思，逻辑有点混乱。你这个就是他妈，你看到张三把李四砍了，你就把王五杀了，你知道吗？没有，主要269第二轮单人升了个灯，做了一个好身份，他们信我了。我心太疯了呀！我的，失误。我太难受了，我发言都没来得及发言，看到五个，对不起，光全部点完了，我太难受了。哎，我已经被锁到三次了。哎，
哟。我靠！啊？好贵了呀！怎么又想到那个谁呀、啊，墨子啊，墨子先死的。我开局我直接奔的心跳室啊，门口调了温度进去看，这时候震荡器响了，然后墨子就已经死了。然后右边的震荡器是谁按的？有朴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是谁我忘了。如果说朴老师你们在右上角没看到鸡腿的话，另外两个一定死在左边震荡器，就是左边震荡器。我想你们两个在这儿，因为我也赶到右上震荡器来及看有没有鸡腿。然后墨子的鸡腿是在那个船舱一出来正中间就往下走那个路口那里是一个绿色的大鸡腿。反正就是震荡器两边，但是右边只有两个人的话，右边有两个人，感觉右边出两狼的大概率大呀。听你们左边怎么聊吧，你们左边如果说是左边也是两个人修的话，就是两边各出一狼，各出两狼，啊有点乱，过了。我想说的是这个269报的警好吧，他其实也不能排除他是其中一匹狼，但是左右边是我跟朴老师我们两个人，然后朴老师上去修，我站在门口我不敢上去，因为我怕他是狼然后把我给刀了，所以我可以这一轮朴老师肯定是好人好吧，他肯定是好人我铁保了。然后左边就是没有看到是小新 ULA 还有白沙哥色可可他们四个人，所以我想听朴老师归票好吧，我不听其他人的归票，过了。我开局出来做了一个船舱的任务，然后就往配电室走的，然后那个时候响警报了，就是修那个震荡器，要修震荡器的时候，我往震荡器走，我还在配电室这个位置遇见了一个谁，红色吧，红色也是在配电室这里的，然后我准备去修震荡器的时候已经修好了，然后有人拉警报了，这是我的心路历程啊。等一下，左边是我修的，右边那如果按照钟玉说的话，左边的话是我修的啊，然后右边是钟玉和朴老师，那你们两个里面出一个蓝是没问题的呀，不然蓝坑是不够的，我是好人的啊。然后左边的话我修完之后我就没有太多的信息了，这就是我听的前面两个人的，我就是想分析他是狼，但不代表你们两个他是狼，两匹狼，这两匹狼正在演，往左边去修的那个对吧，他是狼吧，这就是我所有的信息啊。我他把他杀了，哦，他把我杀了，他把他杀了，他把东国强杀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社科科，这两匹狼是晚到修电的那个地方的。我声明，我是一直在左边的，他是晚到的。我有看到上面两个人去修那个震荡器，这个白色很有嫌疑，他可能是杀了墨子之后跑过来的。他确实比我晚到左边，他在震荡器，他不是修震荡器，他来左边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嫌疑非常大。我这一票挂社科科，对，给车皮道上。他是狼，这两个。好，我兑换下我楼上的，好吧，这一票不要挂社科科，全票出小心啊！我给你们讲个巨大逻辑问题，好吧？小新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逻辑漏洞，什么？还有包括269，我跟钟毅铁好人，因为右边震荡器是我们两个修的。我想请问，我们两个是铁好人修，狼人他妈能修震荡器吗？狼人修不了震荡器啊！我跟钟毅铁好人，狼人凭什么修震荡器啊？269，你说右边有可能出狼，我跟钟毅两个人是你看着我们修的震荡器。小新听到269发言，知道我。听了综艺269发言，知道我们两个在右上角就震荡器，就我们两个人，只有可能我们两个好人我们才能修震荡器啊，凭什么我们两个出狼坑？因为你找不到狼坑了，你不知道怎么报狼坑了，所以你把我们两个往狼里面打，对不对？这票全票出小心啊，逻辑巨大漏洞呀。然后269你聊一聊尸体为什么不报，你视野为什么这么大，好吧，全票出小心，过。我不用发言了吗？就直接投了吗？但我确实，那我说一下我这个行进路线啊，这个开局出来在船舱这个路口逛荡了一圈，然后就直接到下面去连电线做任务了，然后这个黑掉了之后准备起来修电处，确实这个看到了这个红色 ULA， 然后还有看到了社可可，别的就不知道了，就拍桌子了。
然后这把这个谁啊，钟玉、蛇皮道长，我觉得他们说的话，我跟朴老师一票吧，好吧。这个白沙在更混，在更混，在装，在更混。老朴可能在带节奏。做任务，这个任务做完了怎么讲呢？就输了吗？但每次都做不完呢。这个现在报警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报警是什么意思啊？这任务感觉做的没用啊。每次都是完成任务，但每次都是被投出去的，有什么用啊？是吧？不敢做。报警是紧急任务。是啊，那个回答一下你朴老师的话，我报的尸体位置我报了的，我说在中间船舱一出来下面那边，我看见的是墨子的鸡腿，而且我也说了，我一开始开局去了心跳图，墨子先死，然后后边这两个人瞬间死了。狼人是可以修震荡器的。另外一点，朴老师，然后你和宗玉一定是好人，然后希望你们认下我这张好人牌。我不确定你们右边你身份的情况，是因为一定是修震荡器的墨子先死，然后有一边震荡器双刀，所以说我没有去到你们右上的震荡器看上下边到底有没有鸡腿，所以说我不能，我视野太小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鸡腿的情况下。狼人可以搞破坏，是狼，报警就是狼人发动了技能破坏设施，需要好人去修。你们在右边震荡器，那我做狼人怎么没有发动技没有技能发动啊？上一局在还在抱团的人，在小宝小心的人有谁？红色 URA 以及最后一个墨汁发言的白沙，就这一轮一定是出红色，然后。下轮再出白沙，游戏就结束了。容错只在社科可之间，因为咱们三张好人牌我是认得下的，就剩下这仨人出两狼，然后那个红色和那个白沙，他们两个人狼面是最大的，好吧，过了。右下角。哦。上一轮 ，ULS 踩的可可，然后。白沙哥是踩的可可还有 ULA， 但是朴老师现在已经投了呀，我想看他投谁吧，我就投谁吧。够了。我说一下这把开局啊，出来出生点，后面怎么飘了两个了？出生点出来，然后我就跟着269走的。开始我们抱团在那个我在心电图这个地方做了个任务，然后看了一下心电图，那个时候震荡器就响了之后，我去右上角。修的震荡器，因为我一直按住左键的，然后要等第二个，就半天没人，等了差不多就十秒吧，十秒钟之后修完好震荡器，269跟我在一起的，然后我就跟着269的一直在走，然后269反正这局也没死人，然后我就跟着他一直走，他走到会议室拍板的，然后这是我这一局的行动历史。我看后面发言吧，再怎么票，我现在票先不挂，因为后面已经有两个人挂票了，我想听一下后面两个人发言。这决定你怎么做？我震荡器是我修的，他俩很早就去左边了，没有一个人去修震荡器，白色没有修，我最后才发。哦，不对，是白沙跟我到一块去震荡器的，周东一直在给我 pick， 因为我不敢过去，我怕白沙是个狼单杀我。然后我从修完震荡器下来之后，我才发现白色就是社科可一直是在里面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修震荡器，再加上他上一波他晚来了那个点的话，我这波是直接挂社科可的，没有理由，真的我没有理由去怀疑其他人，只有社科可一个人，我挂社科可。我这票肯定挂 UAA 头上的，因为我听了这个269的对话，白沙一直在跟混，直接投 UAA 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因为
我觉得他这把可能是狼人，心路历程比较真实啊。蛇皮道长，我全程跟现在发言的这个蛇皮道长，他是一个就反正老飘估计也是狼人，要么我就看他在跟他后面混，他是一个好人行动的一个逻辑、啊，他在带节奏。然后为什么打 UAL 这张牌了？因为上一轮他就是有保小心的这个行，有保小心的这个行为在啊。然后呢，包括这一轮他也没有聊上，包括这一轮他的发言里面他也没有聊上一轮他为什么要保小心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第二轮，就是我们修完升降器出来就往养殿室走。我中意和 UAL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按理说如果都是好人牌的话，不是白杀我的，是小心杀我的。然后 UAL 这个时候就在跑啊，就想脱离视野范围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敲响警钟了。所以出于种种情况，我觉得我这票肯定是挂。白杀不是杀我的吧？白杀是杀的东光强，好吧？我为什么提前投票？我就说了呀，这个我认这个裴老师跟这个钟玉的呀。然后刚刚这一轮我全程是跟着一起跑的呀，好吧？所以说在你们前面这个发言还没发呢，我就把票。那他这个带节奏，他把这个白杀掩护的，就是裴老师他们很舒服，他自己搞不清楚。可以出我的，他是说出 UAL， 我也跟着就直接把票投了，没听你们发言，好吧？过了。白杀杀的我吗？我输了，感觉要输了。没输，我赶快做任务去。我现在看他们谁杀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说话，说话不赖皮吗？我们先把这个任务做做。这个任务也太简单了吧？两关是吧？哇，这个放水太慢了吧！这个任务失败。你看这个蛇皮道长节奏带的飞起，把搞输了。哈哈。头一位位的呀。哎呀。在 U I 第一轮修，在震荡器那边在修的话，心里有一个白上来就把我带走了。然后小新在我这边拍铁狼的，他在他们范围之内，他没死、啊。小新，我跟你这个出刀这个瞬间啊，可以挺同步啊。我没有保小心啊，我看没人，不是、啊、我是拉的警报，我是拉的，因为我想说是一定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把我们所有十一个人分散开，不然一起走的话，肯定是六七个人一起走的。然后这一波就我们白杀，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往左边走，来了两个人就直接那个。我觉得还是要跟人多一点。太好了，那个太舒服了，杀了，杀完直接溜，对吧？先不着急出去。下一波，因为那个地方只有修，除非我是狼，只要修地震的时候才会过去，基本上要分干的。又不是狼，蛇皮又往外冲。一会儿的话，我把任务可以搞少一点吧，因为确实狼有点比好人好赢很多。中玉三十六 D， 东瓜小新哥哥，会吧？他不会是狼吧？不会是狼吧？啊？这么多人在一块，应该没人敢倒吧？那个人溜了，溜的人就是狼，溜的人就是狼，溜的人就是狼。溜的人就是狼，感觉这小心有问题，他们在跟着我，说明什么？说明是狼，快跑！不会追到这里来吧？没有来，还行，赶快找人去。我想有问题，有问题。我发现了尸体啊，哦，两个人，我发现的是白沙哥的尸体是在拍桌的下面啊，对，有个漏洞，有个洞，杀完了直接跳动走的啊。然后我说一下这一把我可以排除暂时排除的人有谁啊？一个是，
就修真的左边，我给忘记，大师哥给忘记了，你们应该，哦，一个是 URA 我记起来，一个是 URA， 一个是终于不在啊，终于不在，然后是可可，朴老师也不在，朴老师，然后终于两个人不在，马老师好像也在，然后冬瓜强也应该是我们四个，冬瓜强你们等一下补充一下，冬瓜强雕的一马老师，然后 ERA 我们四个人是在修灯的，然后这一轮的话我是看到的尸体是在拍桌子的下面一点点那个洞啊，然后他杀完了应该是直接溜的，所以说排除一下的话，这里蓝坑应该出在中玉朴老师，莫早也在吧，我不知道，你们等一下记，就是记一下，就你们三个人是往右边走，然后我是往下面走，因为这个时候肯定要有人死的，一般破坏的时候是肯定要有人死的，好吧？这里我会怀疑一下朴老师和马和中玉两个过了。我是和东关雄从刷卡室一直到修电的那个地方的，中途好像还有一个谁我忘记了，但是到修电室人后就很多，因为之前震弹器响的时候我也去过，我去了右手上，但是到的时候已经修好了，大家都在，然后我就去了中间下面，去了那个刷卡室刷卡，再然后就碰见了东瓜墙，然后和他一块儿去了。怎么记得住的？我都记不住呀。就已经修好了，但剩下没有太多的信息，我没有碰到过很多的就是单独行动的人，但是我其中有我碰到过二六九，我在震荡器修好之后的那一段时间碰到过二六九。过。我开局是去修，没做任务，我就在中间晃。他在后面黑灯了，我就去修了灯。修灯的时候有墨子，开始晃的时候也有墨子吧，在中间，因为那个时候我怕狼抱团杀人什么的，我就没做任务，因为狼比较多嘛。然后我修了灯，我附近有墨子，后面看到了马老师。哦，我信息只有这么多，因为我视角里面我盘不出来，现在盘不出来什么东西，就是一会儿看听墨子发言吧，反正我等一会儿跟着墨子，因为我感觉记不得呀，我怎么感觉他们都在装啊，其他的就没有多的了，过了。这把前面啊，我全程跟这个综艺在这个修电的这个里面啊，然后后面二六九过来之后，我就全程在跟二六九，然后二六九往右上角的养电室走了之后，有一个人跟他进去，但我没记住具体是谁啊，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一狼的，然后呢我就回心电图室，然后发现已死了两个人，然后小心就拉警报了，我的视野里看到所有东西是这样的。我这里先保一下综艺吧，我觉得综艺应该没什么问题，好吧，没有什么作案时间，好吧，过了。好，先说一下我的行程。我是在修电线，修完电线，这时候那个震荡器响了，然后震荡器左边只有我一个人去修，你们一个人都没过来，好吧，你们一个人都没过来。然后这时候我就往下去修左边那个电线，修的时候，这个时候灯黑了，我肯定不会进去啊。三只狼然后在里面倒影的话，我每次修灯我都不会进去的。好吧，然后我就去做那个 WiFi 的任务，在就是那个 WiFi 就是左下角那个房间里面，好吧，然后做完就往上走了，往上走就看到了冬瓜墙他们在右上角，好吧，然后小心拍的吧，我想一下，记住我身边有谁，我不记住，人太多了，一直在晃啊，我觉得小心的视野太大了，知道吧，他在灯黑的时候他的视野太大了，真的太大了，我可以合理怀疑一下他啊，过了。我的话是全程跟着269的，第一次警报响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了，然后警报响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回到那个心电图室的，这个时候老白已经死了，也就是说老白死亡时间是一开始就死了，然后 Yula 说是在心电图室看到我的，是第一时间能看到我的，我的视野里面的话是这样的啊，是 Yula 第二时间过来的，因为269的行程是什么样的，我特别了解他，他看完心电图看到老白死了之后，他是想去找尸体的，然后269就死了。Yula 说他看了心电图，说也没有说老白死，那我不知道你这个心电图是怎么在看，好吧。我要重点怀疑一下 Yula， 我的发言过了。好，刁德一发言，
现在有点混乱啊，听了你们说有点混乱，但是呢，我的个人感觉是蛇皮道长、中玉还有冬瓜强，冬瓜强是想要刀我的，被我躲掉了。然后在蛇皮道长在杀人的时候，老朴在杀人的时候，后面他是不在的啊。然后呢，他的发言有点在保中玉，所以三匹狼，我的推断应该是蛇皮加冬瓜强加中玉，我觉得可以先把冬瓜强票出去。然后观察一下下一轮蛇皮和中玉的走位，过。哇塞啊！第一次觉得你身法走位这么好，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听完下来，我觉得蛇皮道长跟中玉应该是两铁狼。我建议这把我是归票位先票中玉，全场都不可能有人去踩小新的。你去突然带个矛头给小新，你不就是想让我们推他吗？你想小新他要是狼的话，他也是得等三匹狼就是都下了刀他再去立个假警，有可能现在死两个他就拍了啊。所以这把我觉得好人吧先票中玉，再是蛇皮道长，最后应该是冬瓜强。对，因为我的视野里面是中玉跟蛇皮道长没出现过，先给我票死中玉，过，别分票了。啊，铁狼啊，冬瓜强、墨子，然后另外一匹狼不知道是谁，过了。哇、wow, man 刀的好呀刘总，好快的刀呀呀我把他们的门都关上了。冬瓜强不是、啊、你们第一轮不杀人这局老子杀了四个，我操，哎呦刀的快呀我好想刀冬瓜强，冬瓜强身边一直有人，好快的刀啊，好快的刀，死完了。不是冬瓜强，为什么他的走位会这么凶呢？找我，哦，拍了桌，拍了桌，我发现死人了，我就赶紧拍桌了。我的话是这样的，一开始我还是跟以往一样，没有在
没有在基地动过，然后发现灯黑了，我就去修灯了。当时的话是大部队，啊大部队，啊二六九，咱们好像是五个人吧。然后二六九的路程是跟我一样的，灯黑完之后，我们修完直接去的新电视，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死人。那老白跟谁是在外面呢？没有进来。啊，我的发言结束了，过了。我上来先在家里把家里的两个任务做完，在家里的时候是看着36D 加吊的一的，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家里从中路然后进的这个新电视，进了新电视然后还做了任务，好吧，我刷了个卡然后就排座子了。这个过程当中36D 跟吊的一我是看得到的，别的是没发现，好吧，过了。首先啊，这轮是这个拍桌啊，不是这个报警啊，这个尸体位置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开局是往下走到了这个中间的心电图室，做了一个刷卡的任务，然后心电图室点已经看到死人，这把人死得非常非常早，然后没有找到尸体，我就往修电的地方去，然后看到了综艺啊，这是全部的信息啊。这把后面没有爆出关键信息的情况下，我不建议票人啊，因为这轮太容易被狼人三票冲票去票出一个好人，所以我这一轮我建议大家弃票，除非后面有关键信息，好吧，过了。嗯，没什么可说的呀，我全程都是有在起码三个人以上的视野之内出现的呀，所以说这轮我也是听不到有人发言爆炸的话，我就弃票了，过了。这回合我出门也是做了两个任务，然后去修的灯，我跟东方强是在一起的。修灯的时候269是在修灯那个位置，不排除269是狼关灯在那儿等人然后自己修灯，因为狼也是可以修灯的。下一把我跟冬瓜强还是会走一起，我觉得是好人的话都跟着冬瓜强吧，尽量四个人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一点。如果下一回合狼三个抱团，他们刷刷刷三个一刀，我们好人一面就只有一二三四五六，剩六个人在场，六个人在场，三匹狼三个好人，就看归票了。如果平票的话，大家还可以继续玩。那个时候，如果狼人在关东西再杀人拍不了板的话，我们好人也要输。我是建议这一回合大家弃票，然后好人抱团跟着冬瓜强走吧，因为我开局是跟冬瓜强一起走的，他没有作案动机的，我尽量抱团吧。抱团要没了，然后要修东西也尽量一起走。如果灯黑了的话，就稍微抱紧一点去修灯，在那边附近，就没其他的过了。哎，不是啊，这个如果三个狼一起出刀，不就输了吗？这把如果不推人，哎，我跟你讲，我知道尸体在哪，但是我就是真的我没方向感的。我跟你说一下尸体在哪，就是我做了一个把油加满的任务。然后我往下走，往左走，再往上走，再往右走，再往上走，尸体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我不晓得他死在哪里，他就是在我说的这个路线，就是做了油的这个路线这个位置。然后我准备去拍的时候，然后这个东高墙拍桌子了，啊，就是加满油，下走，左走，上走，右走，上走这个位置啊，记住了，我觉得这一把必须要推一个吧。那右边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天。然后我的视野里我跟刁德一还有白沙在一起，这三个人是排除嫌疑的，过了。那你这么发言我已经知道团队是有哪些了，好吧。波子的发言是白沙和马老师是在一起的，说明什么？说明两个人就是这两个尸体啊，这两个尸体，如果但凡他们三个人互相都认的情况下，那他们三个是肯定是出两个好人啊，至少两个好人啊。如果说是双杀的情况下，对吧？然后呢，冬瓜强的话跟可可是两个人铁保啊，他们两个是铁保的，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们两个要么是两男，要么就是两好人。那男坑在哪？钟玉、朴老师，我是好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啊？灯是我修的啊，灯是我修的，你们进来的人应该都看到了，我是第一个修完灯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往右边走啊，我去了新电图是那个底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报警了，所以我的时间就这么多，好吧。然后这把我是觉得朴老师有个，
就是有点有个不太好的发言是，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他肯定觉得这，他肯定知道这一波弃票的话肯定是要爆炸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一波要是弃票刀三个，那蓝就直接赢了，因为三个蓝在场嘛，对吧？啊，我能说出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在你们好人面前，就心里面应该是个好人的身份吧，好吧？而且我还是修的灯，蓝也可以修灯啊，好吧？蓝也是可以修灯的，所以我不建议弃票，我不建议弃票。我想听一下中玉啊，因为刘哥是保的中玉啊，刘哥说的是途中看到了中玉，但我想听一下中玉怎么说。对，我想听一下中玉怎么说，好吧？过了，那你就好好听啊。经过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可可就一直跟着冬瓜强一起走，对吧？然后可可的发言挺正面的，然后墨子他是没有人证，然后他指出了尸体在哪里，但是他们说不清楚这个路线，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是狼，然后去说出这些东西的，好吧？然后重点来了，小心他说谎了。我做完任务去修电，然后电已经修好了，出来之后我往监控室走，我在监控室看他在后面，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没有说这句话，然后他直接踩我跟朴老师两个人，好吧？这一轮我本来是想随便偷的，但是他踩我，他又没有人证，这一票全票投小心，好吧？过了。好，刁德一发言啊，听了刚才这个，基本上啊，我分得出来了，小心呢是没有问题的。终于这个言论呢是在保蛇皮道长啊，在保老朴。老朴这波发言的话，第一手护了一下中医啊，说明是两匹狼的概率可能性很大，这是一直蛇皮道长的战术。269跟着后面补了一下，所以这把呢，中医跟着后面发言之后，马上再打小心啊。所以这个在我的视角里面，冬瓜强、36D 还有色可可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中医和蛇皮道长，不是，终于打小新打得有点凶啊，小新的发言没有什么毛病，所以我认为先把蛇皮道长投出去，然后终于然后269啊，这一票先归蛇皮道长。因为蛇皮道长刚才小新有个发言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蛇皮道长选择发言弃票啊，带动弃票的节奏啊，然后这个很关键，然后保了下终于269跟了一下蛇皮道长啊，大概这三匹狼。啊，我有遗言对吧？首先我说一下，我是一个铁好人身份出局啊。然后呢，现在三狼我基本上已经找到了啊。首先我想说一下，从这个36D 发完言之后到后面所有的这个名，你们在想什么呀？你们是没有听懂他发言的一个巨大问题吗？ 36D 说他发现了尸体，他为什么不拍呀？他为什么不报警呀？这不是个铁狼吗？我为什么说要弃票？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人的情况下，没有抱尸体，而是拍桌子，没有关键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再投一个好人，我们直接输了呀！你说好，我们不投票，狼三刀我们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偷出一个好人，我们是不是就更直接输了呢？你要想这个逻辑呀，这 36D 都说他看到尸体，他不拍，他不是狼是什么呀？而且这一轮为什么我发完这个言之后，后面连续就一直在打我，那就狼坑一定都是在后面嘛。场上的好人别云了，好吧？ 36D 这轮必出局，神经仔下轮必跳啊！过了过了。这两匹狼在一块儿。
小心被干掉了。啊，配电室门口发现的鸡腿啊，就那个黄色的鸡腿，然后为什么出？然后迎面跟我撞上的是冬瓜墙，好吧。然后这一轮我能保周宗玉，然后因为周宗玉他是在配电室里边在修电的，可能还没修好吧。然后鸡腿是黄色的，周那个冬瓜墙你跟我迎面撞上，解释一下吧，过了。可可发言，哥哥。等一下，等一下，哦，我在想，我们第一轮是 UAS 的，然后拍的板，然后我们投了蛇皮道长出去了，然后这回又死了三个，完了呀！不是不会三匹狼这场吧？我是不赞成269发言的，他拍了板，踩的鸡腿，然后报的警。然后他又说看见冬瓜墙在尸体位置，因为冬瓜墙最开始跟我抱团走的。然后有个特别关键的信息，就是开局的时候我第二把开局我跟冬瓜墙一起走，然后突然灯黑了，那个时候屌的一就马老师也过来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了，然后突然冬瓜墙就不在了，但我跟马老师两个人视野因为灯黑了嘛，视野就很小，但冬瓜墙一下子就溜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去配电室修灯，修灯的时候269就报警了，就发现鸡腿了。因为现在存在一个我自己思维里面矛盾点，就是这冬瓜墙是狼走的，还是狼他是狼跑了修电室那边去杀人呢，还是说他是去修灯然后正好撞见269杀完人，然后269踩的尸体去污这个冬瓜墙。就其实269现在在保周宗玉，如果现在是两狼在场的话，我们要么投269，要么投周宗玉。我们三个好人，如果冬瓜墙是好人的话，反正我现在不确定冬瓜墙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他灯黑的时候跑得有点快，他不跟我抱团，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马老师跟我在一起，就我还想听后面发言吧，我现在有点乱，因为这269这一手有点栽赃陷害的嫌疑，他也玩过这一手的。我听后面发言吧，我先不票，不票。好人千万现在先别票，因为狼人如果两狼的话，他们三狼直接冲票就赢了，应该是两狼吧。哎呀，我又不知道，我晕掉了，过了晕了。终于发言了。我想跟马老师说一下，我上一轮为什么踩小心，好吧，小心他是全程有看到我，后面是全程看到我在看监控，然后他在我后面，这个是我已经提到了。然后我没有保蛇皮道长，我没有保朴老师，我只是说他踩了我跟朴老师，所以我才踩他。然后他的发言也很奇怪啊，就一点逻辑都没有。然后这一轮他死了，他是铁好人，对，这是我的失误，好吧。然后上一轮我也说了可可还有墨子，他们两个是铁好人，因为他们两个的发言都很正面，好吧。然后这一轮我也是前面是在看监控，然后后面在修电线，你们也看到了，然后就灯灭了，去我是第一个到的。然后后面269说的是冬瓜墙迎面而来，然后把谁给刀了我不知道。然后这一轮其实说实话就狼肯定是冬瓜墙和269了，也不对啊，有点乱。但是这一轮我觉得还是投冬瓜墙吧，我不听别的发言，我投冬瓜墙了。过了。好，这个色可可肯定没有问题啊，在灯黑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啊，我们都是走位一看是比较害怕的。然后呢终于和269两个直接溜了啊，这个溜的有一点就是在第一轮我发完言之后，最有嫌疑的两个人又抱团在一块跑了啊，而且跑得很果断，没有一点点犹豫的那种。然后冬瓜墙的话应该是被栽赃的，然后这时候终于又补了一下啊，然后这个发言有点混乱，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一个投票投冬瓜墙，说明跟269现在一定是两个人全部会投冬瓜墙，所以我们三个好人色哥哥冬瓜墙跟我票269。发言完毕。现在
目前就是很直观了嘛，二六九跟中玉两个人两狼抱团了嘛，对吧？我如果有杀人动机的话，我第一时间我也不会跟你社可可抱团了，对不对？我已经投二六九了。对了，综艺看到综艺就跑，老马，咱们直接投了吧。投了，投了，投了，投了。面杀，他可能会面杀，肯定面杀的呀。不是啊，冬瓜强当着我的面把他给刀了呀，是冬瓜强刀的呀。我操！我就投了，你就别狡辩了呀。狡辩，我操！哎呀，我真的裂开啊！我操！不，你们把那个，你们把三十六滴刀了，感觉就没了呀，就肯定倒下了。胜利了呀！老马这把开瑞啊，老马。是的，没有啊，主要是那个小 C 小 C。宗玉，宗玉，你不该顺着踩冬瓜墙的，我没有踩死冬瓜墙，我说让冬瓜墙解释一下子。小 C 小 C。哎，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马老师这把开瑞，但是马老师太强了，马老师太强了。老马那几波逻辑思维很对，我自己因为前置位发言，我也盘不出来东西。